着汪自韩台北报道，贺岁电影《花甲大人转男孩》将在下周六上映，导演屈友宁亲率领卢广仲、柯淑媛、严征兰、江一荣、刘冠廷、施宪平、林丽珍等演员冒雨到台北年货大街扫街发红包，3000份红包十分钟内就发光。徐友宁开心笑说，感谢演员们风雨无阻来参加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团结的力量，希望电影票房雨水隔八。花甲大人转男孩剧组今回到开镜地台北霞海城隍庙参拜，庙方更请来真人版城隍爷为电影祈福，还有摊贩对住卢广仲大喊正花甲你好帅，卢广仲则热情回应我本人在大荧幕更帅，记得来电影院看我哦。四叔柯淑媛也忍住腰伤出席扫街，兴奋说看到大批粉丝呢，我瞬间忘了腰痛。谈到农历新年，卢广仲透露除夕夜家里一定会围炉吃火锅，小时候还会换上新衣新裤，长大后只有换新内衣内裤的时间，像只是给自己崭新的开始。至于今年给爸妈的红包数字，陆广仲秒回吉利的数字，被一旁的严正来吐槽大家都是包吉利数字啊、哎、难道了有人会包11111，逗乐全场。而严正来也表示今年过年会和父母出国玩，除了红包外也会挫住爸妈的玩乐基金。花甲大人转男孩年货大街走街发红包，陆广仲。记者潘少棠社，花甲大人转男孩年货大街走街发红包，作起刘冠廷、江一荣、卢广仲、严正兰。记者潘少棠社。